其实那段话是算是 NG 场面的，我以为导演卡了，但是导演没有卡，所以想说好玩逗他们开心一下，对，就是想说，但是导演觉得那个很自然，我也觉得很自然，所以就用进去了。那因为在美女旁边本来就是会比较受不了，对啊，因为他的这种娇滴滴的这种声音啊，然后很温柔啊这样，那我觉得每个男生应该都会有像我这种感觉。如果是啊，那时候那一幕戏是两个人抱在一起嘛，因为在躲那个外面枪林弹雨，所以大家看到的其实是 NG 的片段，对，但是还蛮自然的啦。导演喜欢这种自然的感觉，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对，我觉得应该喝醉事来偷，通常都是男生的个性吧，对啊，而且平常也不太喝酒，所以也不会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对，那戏面为什么让他喝酒？是因为他会放得比较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戏都是导演希望女演员放得比较开一点，就让他喝点酒这样啊。那在里面我就没有喝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放得蛮开了。对，所以我在里面就是假装喝一点这样，对，但都是让他在喝。其实在里面都还蛮。我觉得这都蛮出自于真心，不是说在演戏。比如说像有一个前面我们在有一个沙漠的一个兵团出现的时候，那时候真的还蛮情绪紧张的，因为他还蛮怕那个马的嘛，怕，然后一堆马这样冲过来，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就是真的出自于心。因为 No matter what Jay says about not liking Chi Ling and not falling for herHis fondest memories of the film shoot is still about his time with her cruising around the desert after filming has ended. 我们这两三个月都是在沙漠拍戏，然后其实我们就真的很喜欢玩那个沙滩车，就是每次一收工我们就玩沙滩车冲，看可以冲到哪里，冲到最远的地方，然后就是等冲到都没有人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害怕了，觉得等一下如果这个车没有油怎么办，然后自己就会幻想说真的是爱人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小说里面的情节只有在沙漠才可以怎么样，两个人有独处的时间，就是导演也不在我觉得这感觉很像两个独处，感觉好像在演个电影一样然后我觉得我们因为彼此都穿那个戏服嘛，都是对，都穿戏服，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两个人很投入在这个电影的感觉，我觉得还蛮酷的。然后当那个天快黑了，再骑回去，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蛮好的，因为不会想说自己是歌手，或是自己是一个艺人，就觉得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淳朴，然后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冒险家，就是像电影里面这样。Up next, Jay speaks about looking compatible beside Chi Ling despite height and age differences. 我真的很神奇，我想说我只是